我们有请林文顺会友给我们报做即时报告。公益6分56秒，无间6分49秒，邓秀兰5分35秒，方平15分15秒。谢谢我们的讲员，讲这个时间跟非常的理想。那现在是到了投选最佳备稿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请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就会出现我们10位备稿讲员。那么你可以点击你心中的最佳备稿讲员。现在就是一道新的风景线，我们已经不用因为讲员到处收纸条，然后每个很忙着的写，所以这次是其实也是环保的一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环保的习惯应该尽量的在我们所有讲演会的分会里面去推广。就是同时除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备饮料杯吧，这样可以省了很多塑胶杯，是不是 ？LQ 总监，我们很多茶点啊，都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推广这样的一个习惯。好了，选完了吗？可以了吗？好，那现在我们的上半场就结束了。现在请大家集合到中间来，我们拍个合照好不好？你今天大概有多少位来宾啊？有没有40位啊？